大家晚上好。Hello，黑哥，黑哥晚安，大家晚安。Hello，枪骑流，久不错过你。大家吃饱了吗？谢谢黑哥分享了直播间。Hello，司马库，Hello。大家晚上好，Hello RYZEYY，久不出过你，大家晚上好哟。是什么？哇，恭喜黑哥送的清新，送了我1314个清新竹菊，谢谢黑哥，黑哥好棒啊！黑客一开始就头大起。哦，他今天是开触发性500以上以上暴击，我的鸡蛋糯米柠檬麻辣酱，开出1110倍击爆，额外给主播增加100个重阳积分哦。黑哥获得2220个浪花哇，你获得2220个浪花，不错不错，谢谢黑哥。Hello，孙少凯，Hello，大家晚安。Hello，Jack，Hello，好久不见，孙少凯，Hello，小千，晚安，大家晚安，晚安，Hello，Tomo，Hello，欧盟，Hello，风肉面马四退，大家晚上好。晚安，各位晚安。熊妹去爵哥台抢红包，有没有跪下？我有这样，我已经七夕了嘞，而且我有送爵哥嘞，我有送爵哥礼物，拜托，真是。Hello，游客慕名而来，大家晚安。而且我没有抢很多耶，因为到后面人越多都没抢到。Hello， 你我他晚安。Hello， 查查 ，Hello， 妈哭成这样，你还去抢红包母汤？没有，是看到那个，就看到那个别人限制啊，然后就看他说他哭了，所以我就进去探望一下。然后我就是对嘛，你看我都发挥我自己的爱心，还去探望人家你，对不对？然后就刚好看到，就是刚好看一下红包，哎，刚好有人丢红包，不抢过来，让他跳过嘛，这样不行，太浪费了，对不对？谢谢你我他送的掌声鼓励鼓励。Hello， 变成新鲜柠檬行动冲，探望擦墙，没有，我不知道他直播他有红包好不好？我就真的是，我就看他为什么会哭了，那我就去探望一下。哦，变成新鲜柠檬，就要送50个直升飞机。我们才可以一起去飞飞飞飞飞！啊！你不早点说明，哎，啊，不要这样嘛，要先讲出来，要丢红包这种东西。谢谢，加油！呜呼！谢谢变成新鲜柠檬送的50个直升飞机。按掉了，谢谢红包，谢谢红包。Hello Tio， Hi U J I A， 救不出个你，好可惜，熊妹没办法去小巨蛋表演。有屁哦，没有，没关系，就是我们现在年轻嘛，还有很多机会嘛。然后呢，我们这次呢就帮前辈还有我们团的人加油，一起加油打气 ，Go Go Go！ 讲了有没有效果？讲了以后没效果啊！来帮！喂，厉害！哎，我第一名呢，当前运气最佳阵营位哦，我好厉害！哼，这个是神射手，谢谢黑哥，谢谢黑哥，黑哥好棒棒！谢谢红包。后来你有问
来说还是什么？后来你有问妈妈怎么了吗？有啊，后来我就是看一下嘛，对不对？他不是因为有那个粉丝，就是他没有认出来，然后粉丝说要转推嘛，他不就哭哭了吗？对不对？没关系，这种事情哦，只要平常，就是不要放在心里面呐、啊，就是哦，转换一下心情就 OK 了，对不对？哎，他昨天，他那天也送了很多礼物啊，不是吗？Hello QK 男子 QK 男子 Hello 谢 QK 男子分享的直播间 Hello 男女 Hello 小妹在台下跟我们一起看吗？不告诉你的 QK 男子要送50个枫叶QK 男子不告诉你，谢谢男女送的玫瑰，谢谢黑哥今天送了2个红包，好激动，你也有红包啊。 Hello 吴以凯 Hello小妹真的很执着红包，因为我就是习惯抢红包，没有很执着红包，好不好？嘿嘿，谢谢孙少凯送的直升飞机。这样才好。对呀、啊，你看我这样刚好才在当前运气最佳30个，超厉害了。你那血管会不会爆？不会，我的血管不会爆。Hello， 谢谢 QQ 男子送的枫叶。我都是跟熊妹打招呼，熊妹一脸呆滞，我也没有跟你打招呼。熊妹 ，Hello，Hello， 子阳 ，Hello。咦，你不用去猎物哦。咦，我告诉你，现在熊妹在高雄巨蛋，我自己一个人在高雄巨蛋表演，欢迎大家来跟我买票，谢谢。没钱了，东送云爵了啊！都送云爵，好吧，没关系，我也有送云爵啊。我有告诉你哦，我送了很多，因为我那天钻石量不多，而且我还要送了，因为我送你99个那个什么，就那个我来签到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还要送20个拉夫，哦，超穷的，变超穷的。呜，熊妹学坏了，我才没有学坏呢，你才学坏。查查说熊妹可以在大巨蛋表演，对呀、啊，我可以在高雄大巨蛋表演，我一个人去大巨蛋吧，欢迎大家来跟我打招呼。谢谢 Tomo 送直升飞机，你去玩的吧？对呀、啊，玩的，我就是自由行，你也记得太清楚，当然，我谁啊？这一位，拜托记忆性哦，恭喜黑哥。送的1314，啊！然后你光你给获得1220个蛋花，谢谢黑哥，谢谢你，哎呦，我也好想玩这种玩，这感觉不错，我也想来蹦出来，呜、哦，好多，谢谢黑哥。想当年熊妹都不呛了，想当年现在都已经几年了，已经过了2年了。2年，我们2年前认识的，也没有2年前吧，我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认识的。真是哈，你高雄巨蛋的票一张多少？哦，有分800、1000、3000、4000，多贵啊 ！Hello EP Hello， 你有钱除蛋花就可以玩了、啊。哇，我没有钱。我看你只有回谢谢红包，没有每个都回，好不好？你看我还回直升飞机，谢谢红包，我什么都回，好不好？我没功能。我说台北的大巨蛋还没盖啊，还没盖好。对，那个大巨蛋，其实我那时候就是觉得是经过国父纪念的时候，我发现它工程有时候超快，就一开始都没有什么动工，然后后面马上去看的时候，就过个一个月吧，哦，盖超快的，也没有一个月、啊，大概几个礼拜没去，超快。Hello， 守护记忆力有没有沉鱼落叶 ？Hello， 李宝芊芊，超甜的 Vika 来捧场了。我看熊妹粉丝团 po 熊妹认真读书的照片，我刚好是那个粉丝团都膨胀。等你好同学进来就知道什么是强。对，等你好同学进来，你好同学是谁啊？谁来听听？哦，查。看过，查是你同学吗？谢谢吴伟卡送的直升飞机，我认识你才半年嘞、欸，真的哦，我半年哦，过了半年会这样，好厉害哦！
四千是你坐你旁边没有？四千是离我比较近，没有坐我旁边，我旁边不会坐嘞。坐我旁边要10万，没有坐我旁边要100万，10万太少了，现在物价很贵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喜怒，我没有喜怒，是不是？你喜怒是你同学啊，啊太可怜，我真为你感到悲哀，太可怜吧。我都用别的成员的粉专去呛 NI 小编，对呀、啊，哦 ，NI 小编哦，你应该去提醒那个 NI 小编放些比较正一点的相片吧。100万抢钱0.0，100万抢钱，用100万抢钱，100万当然没有抢钱了、啊，100万很少了呀，真是哦。用面面的，对呀、啊，我知道，我有看到，我有看到。很熊没有气气气气气，对不对？我也觉得跟他当同学很可以。对呀、啊，辛苦你啊！你们是读哪一间大学？辛苦你了。低调，对，低调行事，100万封闭吧，很便宜的、啊，没有，不是100万。有你洗脑这种学长很可怜的文化哦，文化大学，我突然想起啊，什么科系说来听听。这不是商，你们是念什么科系啊？因为你西农会会计，一定有学商业，一定学商业的。封闭我有，封闭你要送我100万一个封闭吗？好啊，你现在给我投100万，你现在投100万、啊，很简单的。我是政治系，你是政治系，那你西农是你的学长，他是什么系啊？政治系，政治系是干嘛的、啊？让我想一下。好多，对呀、啊，好多100万你一年有领到100万，我一年没有领到100万，我一年哈领的就少少的这样。你的小编是经济哦，经济系还是政治系哦？那我觉得政治系比较厉害。可是你们两个不同科系呀、啊，对不对？那要当同学、啊，有可能说不定还不会见到面。我们社科院联盟哎、欸，小千是我们的老大。我们社科院，小千是你们老大。小千好瘦，会不会当你们老大？不会，我也想，我要像我长这样，才能当你们老大。政治系就学行政学、政治学，比较政府之类的哦，可能学比经济还要简单一点。政治系。读完可以当什么 啊？可以选那个立法委员啊，可以选一些官员，对，官员。社科院联盟，我都怕熊妹比我高。对啊，你看我比霸气，我也要当你们老大。更上头的老大是爵哥，爵哥也是你们的什么社科院联盟啊？社科院。那我跟你不同科，因为我跟你那个社科院差太多了。Hello TTP 朱里恩，主播晚上好。你少少怎么买化妆品呢？因为我化妆品啊，我也没有很常买化妆品，真的，我大概一年我才买一次化妆品，也没有一年啊，就是没有用完，就是用完才会去买，很便宜的，都买便宜货。我真的很倒霉，你形容是我国中、高中、大学学长，有缘相逢，好可怜，你们命中注定是这样的，没办法，我为你感到感慨，太感慨了，别伤心，而且我跟他不是同学，那一定很常被他呛哦，对不对？哇塞，你们太厉害吧！你们两个成绩是不是一模一样啊？政治系就是以后做政治工作，对啊，很厉害，我也想当政治工作人、欸、例如说，我可以去那个啊，你可以去市政府工作，台北市政府，对，还可以去当立法委员。文化哦，很多都转去当偶像。哇哦，很多，你这文化大学很多都转去当偶像了、啊。当
立法委员，我一定禁止香菜跟披萨上面放蜂。香菜跟披萨上面，当立法委员禁止香菜跟披萨上面放蜂。你不喜欢吃凤梨吗？而且当立法委员，谁可以规定那种东西呀、啊？真是的。Hello， 用户名不能是空白。晚上好，化妆品都有阿姨送的吗？没有啦，我阿姨用的太高级了，我担当不起，担当不起。市政府工作要考试，对呀、啊，所以你念政治系，所以我相信你的实力呀、啊，一定可以呀、啊。小妹要当市长吗？好啦，我不要当市长，告诉我想当，我想当最强的那种。没有啊，都是我在呛他，而且他是屁话很多的学渣，他是怎么可能？他绝对不是学渣，因为文化大学还不错嘛，对不对？文化大学没有，我记得文化大学是公立的，私立的。哦，他是知名的私立大学，私立的、哦，真的是学渣，是学渣。对啊，我认识好几个。原来来介绍来听听吧，黑哥。熊妹，你现在不就在工作吗？对啊，我现在就在工作，我现在就在工作。太忙了 ，case 太多。立法委员就可以立法，可以进香菜，这样不行。立法委立法也是要要别人全数通过这个进香菜这种东西啊，对不对？小妹要考公务员吗？还是加入叉叉党当幕僚？我要当公务人员，以后我就在市政府里上课，多棒！市政府里上课，市政府上班。立法委员可以修法条。我讨厌披萨上面放凤梨，跟讨厌香菜。披萨上面那你可以不要点什么夏威披萨，如果其他披萨都不会放凤梨，这就是你的问题啊。香菜那你就不要碰香菜这种东西啊。不，这话题越来越偏了。对啊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有吗？我高职跨考学测读70天也可以上。哦，那你比较厉害，因为你洗脑太笨了，因为你比较聪明，我知道。Hello， 七七喽人，七七喽人，分享直播间。我发现熊妹什么时候会上线，就是在嘴炮你起。我没有嘴炮他，好吧，别讲那么难听吧。七七喽人可以追踪我的 IG， 可以追踪我的 IG 还有直播间吗？对不对？不用全数通过，二读多数票通过即可。那我就不相信这个一定会通过，我相信这个小气这个政策一定没办法、啊。公务人员要考试呢，熊妹。对呀、啊，我现在就在考试，我下一半要考试，我每天都在考试，很忙的，好不好？像你当，你想当公务员，我们会怕，为什么？我是那个，我是公务人员，是一个很基本的，就很工作稳定嘛，对不对？而且还可以有冷气，而且那个还有国民旅游卡可以刷。听你讲话真的疗愈，谢谢哟、哦！我讲话本身就很疗愈。Hello， 坤坤，坤坤晚安。熊妹有够嘴，我没有很嘴呢，因为我都跟你们学的，所以你们是带坏我，你们带坏我，带坏我。小妹当公务员应该会被太阳公、太阳公、太阳公啊，没可能啊！当公务人员代表你已经考上，绝对不会太阳公。如果我之后也不会当公务人员，有可能我会去当叫什么？你想当什么？最近有想当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以前想当什么？我以前想当眼科医师，因为眼科医师现在是未来的趋势，可是我现在不想啊。然后现在想当什么？我想跳。最近还有什么比较热忱的工作吗？哦，我知道了。我想跳。小妹当公务员，不对。Hello， 基本跟基本两晚上好。国民旅游卡要当到处长之类的才。哦，那太难了吧，处长！我只能先从那个小菜鸟开始。
老师也算公职，你要当老师吧？没有，我不要当老师，因为我不喜欢教东西。叉叉，眼科医师，对啊，我想当眼科医师。眼科的医师出路很好，你对不对？为什么我有一种公务员被熊妹小看的感觉？没有，乱讲话。我的科系出来可以去公部门上班，可是我不想去，那是最麻烦的出路。你读的是什么科系啊？你是读政治系吗？还是经济系、啊、？Hello， 嘉阳，嘉阳晚安。熊妹以后可以考 NCC 跟什么？新进公务员很超，对啊，因为那些上层都超，就是超累一些小菜鸟，我才不想当小菜鸟。牙医也不错啊，没有，我告诉你哦，牙医、眼科，像眼科是很趋势，因为眼镜很贵嘛，然后大部分人都近视，因为手机太多。查查是社工，社工系又是什么东西啊？社工系是什么？我读社福吧，社会局处理的那种案都是很问题的哦。社会局处理的那很麻烦呢、欸，这个我也不会。戏办在我们隔壁哦，那你们每天嗨查查嗨小姐，好脾气哦。那经济系又在哪里呀、啊？在你们的隔壁隔壁隔壁吗？嗨查查嗨小姐，啊、哦、好好笑、哦。不行，我想一下我要当什么。我现在读的科系可以当什么？我记得可以当很多。要当什么？我想一下啊、哦。我现在学的可以当。Hello， 等一下啊！我都戴口罩去上课，没人认得出来我是谁。为什么要戴口罩去上课啊？那查查认不出来嘛？会计系、国贸系、经济系之类的。经济系在楼上，可能是因为三 B 有个你西农的关系，三 B 有个你西的关系。财税也哦，对我想到哎，财税，我也要读财。原本我想去念那个什么台北商专的财务金融系，哈，对，财务金融系可以去银行啊。哎，你西农哎，我们刚才在谈你耶，念经济系哦，哎，跟查查当了三年，国中、高中、大学，太可怜。你确定你不会在家睡觉吗？有可能他都在家睡觉。哦、大学生哦，刚进进是个小菜鸟，所以要认真读书。阳明山太冷吼、哦，鼻子受不了了。哦，对，阳明山看日出，我也要去阳明山，我要去拍那个阳明山的美景。阳明山在哪里？财税，这下子国家会少钱吗？不会，国家是国家未来的主人哦。不是啊，我觉得你们这样不对。如果你西农，如果你西农是，为什么你西农去读经济系、啊？所以代表他们头脑一定比你们两个好，对不对？不然他怎么会去读经济系？不然他就是读经济系被全部被涨的那个人，那就代表他头脑不好。讲来讲去到现在没有偶像这个字，好害羞、小妹以后可以当模特，你很高，对，这是另外一个出路，跟这个现在无关。对，我想，对，没错，讲来讲去跟偶像没有，听说了在欺负了，没有啊，没有听说，没有人在欺负。哇，真的是，我们在刷存在感，有你的存在感，你应该感到骄傲。我弟刚好读台北商业大学财务系，不好考哎，小妹，对呀、啊，我当然不好考啊，不然我现在怎么会在这里？真是的，谢谢 T 恤哥啊，谢谢 T 恤哥，谢谢晚安，谢谢收看。我又中枪，对呀、啊，真的是哦，经济系很好考，好吗？真的是哦，所以你一直说你的那个什么，
政治性，对，我在想政治性应该很难考，因为很多政治人物哦，这都是读政治性。不错，我还是觉得你比较聪明。你当护士一定很棒。不会，我告诉你，我不会当护士，因为护士太可怕了。我不要。文化经济系很好考，我原本高职可以读云科大、欸。哦，云科大，那你为什么不要去读云科大，去读什么文化大学？谢谢鸡尾包送的枫叶，笑死！经济的分数要看学校啊，我知道，他们学校文化大学最低分数的经济系。谢谢 T 恤哥啊，小硕玫瑰喊掌声，咕哩咕哩，还有肯定哟。小妹当护士，等一下把病人弄死趴趴，我也觉得。我刚从看那个病人，我以为心结。不要刷苦存在感好吗？为了帮你拓展你的人气好不好？恩爱小编，嘿，小妹想要演戏吗？演戏哦，我现在每天都演戏，完了，西野大整个被 diss 一波。对呀、啊，不发抖呢。政治人物也很多读法系，对，你为什么不要去当法律系？法律系也不错，可以去当那个法官啊、检察官、律师啊，对不对？可那很难考，我觉得还是不太适合。哎，我告诉你，当法官有那种霸气的感觉，你要穿那个袍子，哇，好厉害啊！敲三下，通过。熊妹，我有满满的笔记高频率单词，你生日我可以送你哦。不需要，我有高频率单词那本本子，不需要，不需要。没想到不要生日送我一大堆这种有关书的东西，你送我一点正常的东西。我有高频率单词一本的哦，很多哦，我现在还背了两页而已哦。谢谢鸡尾包送枫叶 ，Hello 草莓酱，草莓酱晚安。我被嘴，我被爆嘴，好好笑啊，笑死，嘴炮哎、欸，小妹没有是查查先跟我说的啊，是他们自己先聊说聊说那个小千跟你当同学啊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就一直聊啊，就这样啊。哇塞，狂 diss， 今天粉丝我看又是崩图了。对呀、啊，他都拿这样，我讲他坏话，他就拿崩图来威胁。法官很累，考上还要读一年法官学校，没事，因为没薪水，他去读法官学校，因为你未来就很多钱了，不用担心。熊妹以后可以考中游啊，国营事业很好。对，国营事业，可是中游，我告诉你，我这副就是那个北市，因为中游人都很早上班，然后就会看到那个大概七点都跟我平常上学，我真的觉得太早了。然后法官学校毕业后还要再考一个，好复杂哦，还要再考一次。如果没有考过嘞，还要再继续读法官学校吗？通过。你那个是立法院的，没有啊，通过啊，这个判审结束，下班。Hello， 巧达叔，谢谢巧达叔分享的直播间。背完统测可以考很好，英文96分入库。你英文96分，我选。背完那一本就可以考很好啊，相信我。他讲话，他讲我好话一样。算了，我都不要讲话了，气死我了。Hello 阿华 ，Hello 我的哥们 ，Hello， 你们团里那里多大学生，你都没有问问看他们的科系的内容吗？没有，内容哦，我之前面面好像也上大学，可是我不知道面面什么科系。你身高够高，怎么没人找你去当国庆典礼的十二停车？我才不要去那个超早国庆典礼哦！听说国庆典礼那个高雄展览馆那边，高雄展览馆忘记把名字改回来了。OK， 没关系，我知道你在画个爱心，就是哥们来了。没有考过，继续读法官学校，继续没钱哦，这不好，这个以这个法官就是聪明人来读的。大概是这样。Hello， 阿杰，晚安。不要想太多了，或许明年想考的又不一样。对呀、啊，就像我每年都不一样，一下子想当那个，一下子想当那个，很随性的，我很 freestyle。
十二金叉都是民传包办的吧？嗯，十二金叉一样的。民传这个名字我也熟。那么多大学生成员可以问还不去问看？我要问什么？问那个不是啊，可是他们是大学。如果大学，我是科技大学呢，不一样呢。对啊，他们念大学，他们好像每个都念高中。反正吼，很多人毕业后就业跟读的不一样。你当法官，台湾应该的一堆冤案，你也能考大学啊？对啊，大学就是统测吗？不对，学测吗？学测，对不对？宜真、博文、小琴都是大学生。对呀、啊，可我知道。小琴好像是念日文系吧，宜真我不知道，柏林我也不知道，没有，我已经想考大学，我想去读台北科技大学，这是第一次。或许熊妹可以去读会计系，应该可以快乐学，不要去读会计系，我现在对会计有阴影，不要跟我提会计。今天要会计哦，已经重伤了，已经内伤了。熊妹可以跟我一样统测去统，熊妹可以跟我一样统测生跑去考学测。你是不是统测生？你没有考统测，直接去跑学测？可是学测很难呢、欸，为什么你可以考上？为什么你可以去考文化大学？你是不是？可是他们的国文跟我们不一样，然后数学跟我们不一样欸。你怎么会啊？好厉害啊！宜真读电子电机的，电子电机是做什么东西的 ？Hello， 阿贵仔 ，Hello， 你不继续念大学的会计系哦、喔？因为会计系今天已经中了内伤，等我下次考好一点，我说不定就会对会计有兴趣。今天不要跟我。今天不要跟我提会计的东西、啊，好厉害！你跟谁？好，电子电机是做什么？北科有难度，对吧？是不是？第一不是台科大，台科吗？哦，台北科技大学，对啊，第一志愿是什么？有一个名字很麻，就是一个叫台北科技大学，一个叫台科大，反正有一个叫科什么的，那个我不知道。反正我就是找一个当第一的，有两个名字太像。Hello， 你我他，你对当农夫有兴趣吗？农耕系如何？我对当农夫没有兴趣。农耕系，我如果我去读农耕系，我就去读冈山农工了，对不对？谢谢你我他送的玫瑰，北科你上了，我看你们现在要从巷子头方便跑到巷子。不是啊，台北科技大学怎么被你们长得很像很难一样？我去查一下了，我应该去查。世纪二专哦，国立台湾科技大学，对啊，国立台湾科技大学是吗？我是三广群，三广群在哪里？资管群，不一样哦，商业与管理群。哎，有台湾科技大学，还有中央大学、政治大学、成功大学，好棒哦！熊妹高职毕业应该是考四级，四级是像那种，可以考四级，也可以考那个科技大学啊。就
读啊，他们的国音数真的很，对不对？而且他们不只考国音数，还考地理、化学，这个超难的。这个哈，我绝对不会这样去虐待我自己，因为一定不会，而且还自己读呢。天大地大台科大，天大地大，所以是哦，台湾它怎么念呢？还要怎么念？哦，国立台湾科技大学是土地最大，然后最难高的，天大，然后地也很大。为什么不可以？学测比较简单，又不是叫你考职考，怎么可能啊？学测很难呢、欸，我觉得同学都觉得学学测。台北科技大学、台湾科技大学、台北科技大学、台湾科技大学和台北科技大学、台湾科跟台北科哦，台湾科技大学学餐不错吃，所以你怎么知道是读台湾科技大学吗？第二志愿不难吗？很难，第二志愿怎么对我冈农有意见？然后你读冈山农工，哎，你住冈山很近啊，对不对？好，不简单哦，北科分数很高哎、欸。所以如果有考学测，你会去读，也会去读什么东西来着？国立台湾科技大学吗？会读台湾科技大学吗？等一下。可是我记得世纪二专还要去那个。还要去那个，就是像大学模式那样。我告诉你什么？我发现现在什么最难，叫翻新入学，不用担心这些东西。所以从现在起就当第一名，就可以翻新入学。刚农不详，那花农，花农又是什么？花农在哪里？第一台科，第二就北科。哦，这两个都不错，我都很 OK 的。如果没有这个，就下一天。不要。小妹上了北科，小心要射火箭。照片怎么啊？还有上一届大学像那种很震惊样，反正不会啥。好啊，你们都这样小看我，哼，笑死。Hello， 塔瓦哥 ，Hello， 感觉你最后有上高三就要脱下哦，高雄餐饮大学。你这样录好吧？世纪就是科技大学，世纪二专又是什么东西、啊？我社会直接考哎、欸，根本看不完，然后还有九级，你运气刚刚好啊，真是哎。对啊，学生也可以报科大啊，那他一定名额比我们少啊，对不对？小妹可以文藻外语学院啊，哦，文藻。可是我觉得，因为文藻，你看他读那个语言系，要从头读会比较厉害。期望越大，失望越大，把你压力太大。没有，我这种人就是这样，期望越大，就已经就是那时候我就想考修，那时候我就是想考第一志，可是也没有考上。反正我就希望把我自己的期望拉很高，我就是喜欢把期望拉很高，可是我不会失落哎、欸。第一台科，第二北科，第三云科，没有，因为我们老师都说要把目标放远点，就从第一志愿开始啦，对不对？就台科嘛，在北科嘛，对不对？就志愿拉高一点，可是我不会死，我就是喜欢把期望拉高一点，我就觉得好幸福哦。我以前就是应用外语，我们班很多人去文藻了。啊，你是应用外语，可是我不是应用外语科啊，不是吗？对不对？我发现我去那边好像语言是最后一名，我就不想当最后一名，我都只能当唯一，就是绝对绝对不要去当最后一名。因为熊妹有努力在考第一志愿吗？有啊，我每天都在努力耶，拜托。文藻，这家伙的中文都说不好，我去那边说不定就那个，以后语言就变得很天分，就变得很聪明。Hello， 你我他，还有劝举目标第一志愿，结果考到最后志愿，不会的，别把我讲那么落魄。自由，而且我们也会有比赛，比赛给加分，对不对？
对，我们现在就靠的，就从今天起，从此时此刻开始认真，每天都在快乐的读会计。为什么这样子离怪季节，真是害羞呢？还有浩浩 Jimmy， 浩浩 Jimmy， Hello， 谢谢你有他送直升飞机，谢谢你我偷，我偷你我偷，你我偷你我偷，你在说你西农吗？对，你西农就是这样，哈哈，他不见了，你西农不见了，呵呵呵。小哈喽韩寒的专属小夫妇，晚上好。小妹叫上北科小千丢文件，不可能啊，小千呢？小千又不是我推，欸，他连握手会都没有来，还跟我丢文件呢。谢谢小海报送 Love you。他只考填了一堆学校，文化经济是什趁他不在的多强，欸，你可以跟我爆料一下他的事吗？感觉还不错，我填一大堆字啊。王璐文了，王璐谢谢，谢谢 QQ 男子送了100个枫叶，谢谢 QQ 男子。哦，回来了，刚突然网络不稳，突然直播一半，因为网络速度太大，没画面啊。小妹有画面，你看现在有画面，画面就是我来了，这一位。嘎嘎嘎嘎嘎嘎嘎，谢谢子瑶分享了直播间。我突然，我怎么突然不知道 ？Hello， 博弈米粉冒险者，谢谢 QQ 男子送100个枫叶。现在有画面了吧，各位？哦哦，回来，对呀、啊，他刚刚突然咔咔咔咔，他刚刚突然网络不稳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谁叫你呛我，把你动了，我没有呛你，对吧？真的是乱讲话。熊妹直播图换的好没？真的吗？跟我本人一样没？好啦好啦，我们今天的主题哦，不是啊，今天不是，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。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个德国布丁。虽然它不是来自德国，可是它的名称叫德国布丁。今天是我的吃货时间。可能是你西用一路被追，动用了国家机器哦，他动用国家机器把那个网路那个电线全部切断那样，对不对？他不是蛋挞吗？对呀、啊，又是布丁，对，就是布丁。我不知道，这是我在无差村买的德国布丁。他说布丁就是布丁，不知道。啊、又是布丁，对呀、啊，最近迷上布丁了。我找不到你上次吃的布丁呢、欸，因为我别让你们吃，你找不到上次吃的布丁，那代表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因为那是我在网上查的、欸，你没有找到吗？代表我比较幸运，没关系，你可以来高雄吃无差村的，无差村有一间叫德国布丁，你一定找得到。都剩最后20分钟了才进主题啊、喔，无差村。没有啦，吼、哦、什么最后20分钟？没有，我们今天就是很逼时代，偶尔在聊天，没关系，我们现在就来试吃一下。啊、哦，这真的很有蛋挞的味道。好啦好啦，我就给大家看一下，你看这个，这是我特地精心挑选，因为我比较喜欢那种焦焦的。可是这是我第一次吃，不知道好不好吃。我现在来试试看好不好吃。如果不好吃的话，哈，大家就不要买。还好我刚吃饱，你刚刚吃什么啊？怎样？一个多少？这个哈，这个不好说，这个价钱不知道。你是不是不吃单价30元以下的甜点？没有，我在吃布丁耶，统一布丁我有吃。
好不好？我没有不值三十元以下，而且我买书包有十块，我都买了，关东煮我也是啊，真是。球面我还没吃饭，因为你现在都不请客，你觉得这样对吗？不对，你现在就是要请客，我支持你查查，可以及格掌，嘿，好吃吗？好吃，这个好吃啊，这个真的好吃。可是我是不会告诉你们价钱，如果想要知道价钱的话，自己去找啊，拜拜。这就是不，这种，就是你看里面就这样，就很有。算了，你们看不到，先吃啊。这个好，就是蛋挞，就是软绵绵的，蓬松蓬松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它是冰的，因为它是冰在冰箱。对，然后呢，因为我很喜欢吃这种上面有焦焦的感觉，因为就比较好吃，就是肯叉鸡的蛋挞也是我比较喜欢吃焦焦的，就是口感很嚼劲的那一种。学长都不请客，都叫学弟请，他超坏。对，他怎么会叫学弟请？像我都只会叫我同学请。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那个有冰吗？这个因为已经退冰很久了，距离大概已经有一个小时多了。对，不愧是高雄好，没有这个很穷，我很穷。我都这是我的晚餐。我晚餐吃这个是不是很经济又实惠啊？我看他叫我帮他买生血，结果只给我整数，不给我尾数，而且他没指定熊，还没有指定熊妹，那你干嘛还帮他买啊？而且他有没有告诉我一定支持你，我再也不要支持你。我再来一遍，我告诉你，我跟你同一国了，查查。等一下次来哈，下次直播我就帮你骂他。Hello， 无聊的小雨 ，Hello， 小雨可以加我的 IG 哦。我宁愿吃蛋挞，应该比你吃的便宜。没有，这吃的很便宜，好不好？很便宜。小妹吃得饱吗？吃得饱啊，这个很大块，吃很久，大概两个小时的食物。被爆料，对，多多爆料。NI 小编还会凹我起尿，哇，这 NI 小编哦，是前台，是这个钱都，是这个钱哦，他太抠了，我真觉得太抠了，应该大方点，心胸要大方一点，心胸太狭窄，这样以后没朋友，难怪他没有朋友。你要跟他说哦，要多多请人家。你以后不要帮他买神鞋的，如果他没有指定小妹，就不要帮他买。如果有指定小妹，就要帮他买哟，查查。真是，这个本事太贪了。等他看完回放之后，熊妹粉专又要出现澎湖了。不会，他不会看回，他敢看回放哈，就摁死他。今天的主题应该是文化大学的恩怨情仇。文化大学啊，又停了。看嘞，走路不稳。啊，又停了。接着，快贴王路文啊。现在网络是不稳的状态。哦，稳了吗？哦，网络又稳了，网络又稳了。今天网络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刚才明明就没有玩手机呀。啊，又网络不稳。我们今天等下就一直网络稳，网络不稳，网络不稳，网络不稳，要停的，好奇怪啊。变盲字了，
哦，好丑哦，是不是这容量都太大了？然后我又要开粉团去留言嘴炮，哎呀，查查，他说他回家要看回放，看熊面是怎么嘴炮他的，是不是你都去跟他爆料啊？对不对，查查？你跟我是同一狗的吗？嗯，不，刚刚得图好可爱，像小狗一样咬人。今天网络突然不稳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断讯了，断讯，他还跟我讲断讯，断讯，断讯。网络要稳了啊！我想起来了，我知道为什么不会稳了，因为我太久没有按更新了。上线，原来是手没太好，没有，我没有太坏，是多久没有更新？今天网络断讯啊，跟我一样断讯，一七二，好奇怪啊！大家上线啦，上线啦，上线啦！OK。Hello， 劝局劝局 ，Hello， 然后网络又不稳，网络又稳，这表情好可爱。今天呢，突然网络断讯了，太可怕了。今天是一时的出错，可爱只是假对，今天是可爱的表情。今天粉妆，我有放你铁蛋被吃掉的影片，铁蛋被吃掉的影片，谁吃我铁蛋？而且这铁蛋已经多久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这样，没有更新哦。OK，QK 简单 ，QK， 现在你们是不是共犯？现在共犯可不可以揪出来？你看，等下网络看到我生气，他还跟着我生气耶。今天打到气气气气气，很气哦。去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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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定是熊妹太可爱，网络才会卡。对，一定是这样。我支持你的说法，给你个赞，赞吧。下次这样帮你剪，不要，我要铁赞哈。你要帮我剪的美美的。看，哦，你看，像我刚才吃布丁都那么端庄，你看像这样可以剪。你看，这是那个拿筷子，这样。Hello， TT 的黑影员了，一个一个抓住，对，抓出来。还好我不是共犯，因为如果你是共犯的话，我也不会理你。你蛋挞吃完了还没？蛋挞先吃一半，因为那是我的晚餐。我先喝一个这个好了，绿豆汁，今天是很营养的，今天是走营养风，绿豆汁，我一吸，嗯，谢谢 TT 送的枫叶蛋挞，哪有营养？我是说绿豆汁，绿豆汁很营养，甜甜的。然后，因为我没有喝红豆汁，红豆汁可以美白，绿豆汁可以干嘛？绿豆汁可以跟我一样变得可爱，对，就是这样。
不过你都在呛粉丝，我觉得超不好剪的哎、欸。我没有呛粉丝，好不好、啊？对呀、啊，如果你觉得不好剪，就不要剪。好笑，蛋挞哪里营养？就是那个啊，蛋挞，蛋挞就是有鸡蛋嘛，鸡蛋就有蛋白素，对不对？然后面包、面粉嘛，面粉也是那种，你要面粉就当饭嘛，对不对？也是有营养，对不对？牛奶啊，补钙啊，对不对？超有营养的吼！你看一个蛋挞包了这么多要素，明明呛呛我，我没有胡说八道，说谎会被那个会变长鼻子的，长鼻子你知道吗？那直接吃可爱长大就好了，跟一家一样吃可爱长大，也吃可爱长大。Hello, Cherry Change 来了。Hello, 谢谢风糖送我玫瑰 ，I love you。但是含量很高，对呀、啊，所以才那个当晚餐，对不对？好好吃饭了，来捧场了。今天不是80%都在呛七叶大吗？没有，都是小青和茶茶自己开话题，不是我的错。等不等？等不等？了解，收到。OK， 收到。你存在。哦，好啦，下次的直播时间是10月14号的6:30，要来准时看小妹直播。懂不懂啊？哦耶！我觉得我爱疯。Hello， 叫我玉祥884熊妹怎么切割我们？你们大概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吗？有一件俗语就是好事呢，就是要一起分享嘛；坏事呢，就是要推给别人去承担。那个俗语叫什么？让我想一下哦。反正你就是要现实一点。好事吼，就大家一起共同分享；坏事吼，就推给别人就对了。哈吼，都赖给别人，我们要赖给别人好不好？还有忍者联盟的嘶牙杂工跟吃饱了，吃什么呢？雨翔，次元切割熊呢、欸？当然要切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没有，这有福同享，有难没同当。这价值观，小妹坏了，我没有坏透，我是跟你们学的。你知道这叫什么？这也是一种那种社会上的一种学习呀、啊，对，学习。小美也在学吗？没有，是跟你们学的，因为你们都是这样，我都学你们。今天穿 polo 衫带万斯鞋。哦，我知道，你怎么可以穿一件 polo 衫，穿一件潮牌的鞋子？这很不搭、欸。有福同享有啊，没有难没人当、欸、就是这样。Hello， 你娘娘娘嘻嘻来应援了，胡言乱语没有。是不是云姐教会？怎么样？是小千教会我的。小千教会我的。我晚上只能吃臭豆腐。披萨，吃什么？哪一间？披萨辣到酱。什么啊？啊、哦，排名。好啦，我们今天就迫不及待就来练一下排名，久违的排名哈。因为排名就是看一下今天的路线哎、欸，好，念一下排名好了。今天第一名就是我们的黑哥，恭喜黑哥，谢谢黑哥。哎呦，今天是黑哥第一名 ，Number One。第二名是 QK， 谢谢 QK。谢谢你，谢谢各位。第三名是变成谢谢你们心动冲，谢谢。第四名是孙少凯，谢谢孙少凯。第五名是你我他，谢谢你我他。第八名都是同一样的数量，
恭喜！啊，好啦，第六名是南云，第七名是鸡尾巴，第八名是 T 恤哥小，谢谢你们。第九和十名是小耳棒和新月，谢谢谢谢。今天本周的十名结束。小妹快，小妈快，棍下去帮她。什么 register 什么东西？好吃吗？好吃吗？想试试哎。是什么？我明明什么都没有教，就是你教的。我喜欢之前穿乔丹去上课，高中时哦。哦，原来你都穿破烂配乔丹鞋子哦。既然有排名，对呀、啊，今天是久违的排名，刚好今天没浪花手。太伤心了！我高一到高三都穿 Nike 跟 ID， 哦 ，so sweet。原来如此。谢谢名字啊，有今天都有名字，名字。明天国庆直播，谁明天国庆有直播？明天没有直播、哦。下礼拜是下礼拜一直播、哦，榴莲感觉比较好吃，馋点。对呀、啊，我突然想不到什么单词啊，真的是。啊，好痒。这个还想 R E U V V， 我知道这个单字，突然忘记也没，气死我，气不。有点大的，今天是在聊的，今天就是聊文化大学，我也不知道，今天很逼啊。打错 boss， 哦，聊重新开始，今天要重新开始是吧？重新开始，去帮他重新开始哦，重新开始哦，重新开始就说 replay， 重新开始，你在偷偷 Google 没有？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文化东西哦，对呀、啊，阳明山看日出，对，今天就是聊文化大学，我们有缘文化大学相逢。我们三年好没有，我们两年后有缘见面、啊，有缘见面，无缘不见，对，就是这样 ，OK。文化大学阳明山好冷哦，小妹读书加油，加油，大家读书加油，小千政治系很难哦，你说好的台科大，台科大哈，有缘相逢，无缘没有。我告诉你，去学校就是有缘啊，就跟你就是去读嘛。没有缘呢，你就算怎么样你也读不到，不是这样吗？对不对？这个哈，我都没在 care 的。冷到会哭出来的，就可以在鼻子冻伤了。不行，有可能我去文化大学，我鼻子也过敏。有可能我以后就回不来了，因为鼻子在啊，我就这样。没有啦，最后志愿乱写就上，是不是现在每个天最后志愿就上文化大学的、啊？加油，说不定考大台大，不可能，我没有考统测，我是考统测，没有考学测，不用想台大，而且我也担当不起台大。如果上台大啊，全家都要为我欢呼。你要志气一点，读公立的，对呀、啊，就是要读公立的、啊。要有志气，人要有志气。对，没关系，你还有夜间不能学，不需要。35分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查查查查，你干事去爆料，对不对？拜拜，查查查查，拜拜，大家拜拜，拜拜，各位，谢谢大家。今天都没人跟我说拜拜，好帅。文化是实力，对，我在文化大学实力，对呀、啊。对，文化大学，拜拜。我要去吃东西，要去吃东西，查查要吃东西，拜拜。
都去吃。